你未婚妻好像不会轻易放弃，霸占的位置根本就不想下来。如果你没有信心解决，现在就放弃。我不会跟你分手，别哭了。你对我还有感觉吗？干嘛一直讲裴晨贤的坏话？怎么可以在我面前为他哭呢？把我的心都撕碎了。我不反对你们结婚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？我现在就向你求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需要浪漫。